我不会告诉你的，我要你永远记得我，让你后悔一辈子。宁武聪，我要你永远记得我东方不败是最爱你的人。但是东方不败是男的。哎呀，不管，妈，我就是东方不败，我就是最爱你的人呐、啊！哎呀，武聪，从头一声笑。哦，你看我笑了，是狐臭吧？你看我，武聪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快谈好，男朋友回来了。永远记得，我睡了你最好的朋友。我不相信，你怎么可以跟我女朋友？我们不是说好地下室一辈子的吗？对不起，原谅我。对不起。我要你永远记得，我送一堆礼物给你哦。啊，像你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吧，哇靠，当初买的时候1980，还有这件秋裤，哇，我排队好久、哦，因为特价才50元呐、啊，原价7000多块啦、啊。你看我总共帮你省了这么多、啊，还不是我出钱？哎，要不是我帮你省的话，哪会有那么多钱呐、啊？所以总共79899块，给我。啊？我可以分手。你累了吗？我帮你按摩。我说我要跟你分手。哦不，我先放洗澡水给你啊。我说我要跟你分手。哦，你们两个都饿了吧？我下面给你们两个吃啊。对不起，原谅我。我要你永远记得，不管怎样，我都爱你。你下面最好吃了。好吃就多吃点。你为什么就是不认识？错啊！他明明就你错。男人就是要低头。有点太任性。好，你这个月都自己来。啊！对不起。我要你永远记得，我是你的王。啊！我要让你永远记得，我是最了解你的人。你的身份证字号是 B12996347。然后你的血型是 O 型，你的生日是5月7号，金牛座。你吃蟑螂一定不会配牛排，你吃牛排一定会配蟑螂。你的内裤一定要反穿，而且是穿丁字裤。那你记得我什么呀？你洗澡呗。我是 D 罩杯，洗澡杯是你前女友。要你永远记得我的温柔。哎，不对，该记得我的美貌啊。可是温柔很重要哎，美貌要记得温柔还是美貌，哪一个比较好？温柔还是美貌？你不两个都记哦？哎，对啊，哎，两个都记就好了嘛。哎呦，我怎么没有想到你好聪明哦？可是气质呢？我的气质，我气质也好重要。我要让你永远记得。记得什么？就是记得那个啊啊！那什么啦？记得那个什么？记得什么没？记得啊。什么啦？别不要逼我！你记就对了，你记就对了。你为什么逼我呢？为什么逼我？你记就对了啊！你为什么逼我？他记得什么又不讲？刚超文静，你现在怎么变这样啊？38哦，人总是会变的嘛。变太多了吧？你以前很会喝哎，现在？现在一样很会喝啊。真假？来啊！来啊！一口干。好。我靠，太厉害了吧？哎、欸，你超屌哎！你怎么觉得弄的？我也超会喝的，爸。我让你永远记得，我超会喝。我们当初跟北一三姐妹的时候啊，你知道胖虎在哪里吗？不知道，听说在卖肉吧。啊，真的、啊，那比较很赚。对啊，因为自产自销。啊，他是边走边卖啊，猪耳朵、猪头皮啊。你不要烦啊。我要你永远记得，我不吃香菜。好了，不然我帮你挖出来吧。加了就是加了。那我这碗没卖。我不要跟你换，我要我这一碗。
那我去帮你重新买一碗。你帮我买一碗也没用，我就是要我这一碗没有香菜，你懂吗？啊，不然想怎样啦？你现在是凶我咯？我打给你妈，我跟你讲。打。喂，田妈妈哦。啊，点点的欺负我的，哪有香菜的？啊，你算给我吃。我知道了啦。啊，让田，我让你永远记得背叛我的下场。你这死女人，来抢我的糖。点你，点火，点火！啊！